哦，即係意思就係、是。除了是年輕人本身可能也不會太大，他都是那種性格的，或者那種激進，或者那種憤怒的，或者那種、情緒的變動的、不同的地方就可能是多得議題，或者周邊的人看到他們的東西看闊了，或者 看深入了，或者更加叫做什麼，更加容易接觸到他們那種感受，因為傳媒、啊、或者現在手機、啊、全部都很快即時新聞這樣的嘛，是咁嘅原因，就令到我哋感覺到年輕人唔一樣。其實根本就係即係資訊發達咗，年輕人都係嗰啲年輕人，不過議題就社會性啲咁樣。應該咁講，年輕人嘅行為可能又係差唔多嘅。不過而家嗱，譬如咁講啦，以前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你細個嗰陣時，一日可以聽幾多次新聞咯？哇，唔好多嘅啫喎，唔好多啫嘛，即係六冇，即係嗰啲 TVB 啊嗰啲嘅啫嘛。如果淨係講電視，咪係講緊一點鐘，跟住六點半，夜晚九點半，咁當然朝頭早可能有啲啦。咁電台就當然可能半個鐘頭一次啦，咁啊冇得點變嘅。但係如果你而家有部手機嘅，基本上係任何每一分鐘都有 information fit 緊俾你㗎嘛。